真的还有用吗？那些吗？啊，要用的。啊。希望可以无视一下我头上的三个痘痘。腋毛直播了很多。没有啦，刚刚看到朋友在直播，然后心血来潮嘛，反正还没有睡觉，在吃宵夜，就直播一下哦。因为刚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人在看我朋友的直播，我就想说啊，晚上怎么可能还有那么多人？肯定是那天冷到了啦，应该不是吧？我是昨天晚上才突然发烧了。前天在 Scott Garden 看到你，对，我去那个 Better Life 的 event， 没化妆还是很美耶，小姐谢谢。好像很冷，我在哪里？我在一个妈妈那里。晚上好，你们好。其实我这边不冷，是我在发冷，声音变了。对，因为我喉咙痛，然后伤风，然后发冷发热，所以就。这里不冷，是我本身不舒服，所以我在发冷。就我这三个痘痘吧，没有化妆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点，然后我的黑眼圈，还有我的法令纹，特别明显。你跟我一起上楼那时候，啊？我跟你一起上楼什么时候？搞哪点事啊？哦，对 ，Scott Garden， 对，下巴画了跟没画相差不大，其实相差很大的，眼睛比较没有神。然后我化了妆，那个双眼皮会比较内双一点。在哪里啊？我这里是 KL 区哦 ，KL 区哦。好，照顾自己，好，我会的，我是不小心感冒了而已。Hello， 我在跟朋友喝茶。我是哪里人？我是 KL 人呐。我现在 KL， 素颜也是很好看。其实还好。发冷 steamboat time nice。其实我刚刚跟朋友的妈妈一起吃东西，然后她妈妈带我去吃了海鲜。其实我也蛮想吃 steamboat 的啦，不过海鲜的引诱也是很大。那么晚还不回家哦？没有，我在吃宵夜，不小心感冒。我确实是不小心感冒的，皮肤好好不好？你看我有痘痘了，而且生到很平均，一粒两粒三粒，这两粒超级平均了。不错，笑起来很甜，还好。没有去绑牙吗？哦，没有绑牙，我牙齿是不齐的。虽然很多人叫我去绑牙，你跟罗志祥见面过。双眼皮割过吗？哦，我以前买过线，然后我趁它还没有溶解的时候呢，我就不要了，所以我的双眼皮就有点不 balance。 因为我双眼皮打开的话，它其实是内双的。然后我以前就很好奇，我很想要美美的那种双眼皮，然后我就去买线，结果发现其实买了线不适合自己，那我就不要。而且买线是不耐的，听讲好像是一两年过它就没有了，所以通常人们都去选择去割，然后我就没有割了，我怕倒。那天也有在露娜巴是吗？对，我去露娜巴，绑了就可以做美睫了，选美那种美睫吗？哦，我没有兴趣。我本身是不太建议开刀做任何整形啊，我觉得开刀很恐怖，做失败了就没得救啊。发烧吗？我应该是退烧了吧，流鼻涕了，有没？有啊。
你是阿莫阿莫的成员，我不是阿莫阿莫的成员，我是 Upper Six。不过整体看来还是不错的姑娘，谢谢。难怪了，记得在那边看到你，而且你也有来 Better Life 参与啊！对，我来 Better Life 参与，对我需要 T 恤。看你样子好像要去睡觉了，正常人了，这个时候都应该要去睡觉。后面那位是谁？后面没有人啊。不客气，祝早日康复，谢谢。要去哪里？我没有去哪里，我就在这边吃东西啊。没化妆美，其实化了妆比较美。发冷吗？对啊，一直流鼻涕发冷。你喜欢自然美没有化妆的，这样可以加回去找那种没有化妆的美女。虽然现在会比较少啊，可是还是有。像我出去基本上如果是工作的话，我可能没有，我是完全不，我完全没有可能不化妆，我都肯定是化妆的。我几岁？其实我样子看起来比较老，可是我21岁罢了。21。哪里人 ？KL 人啊 ？KL 水水站啊 ？KL 人啊？你现在单身吗？呀、yep ？请问刚刚有地震吗？没有啊。你化妆比较好看，卸妆还算 OK。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其实，如果没有化妆比化妆好看的话，那化妆来干嘛？都是化妆好看一点的。我每次化了妆，我照镜子，我都想侵犯我自己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亲一下我那可爱的脸蛋，可是我永远亲不到。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。我在台湾，没有，我在马来西亚。受靠吗？不受。KL 哪里？哇，差家宅啊，需不需要写个 report 给你哦？ KL 就在 KL 啊，还 KL 哪里？还以为26、27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样子真的是有点老水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26、27啊，或者是25、24这样子。21岁真的不像，对。我想听你唱歌，像那个黄丽宏。别啦，喝多点温水。我比你大2岁，是哦。上风就回家睡，干嘛去吹风？我没有吹风啊，我穿着外套啊。为什么出来喝才开直播？因为刚刚看到我朋友在开直播，然后看到很多人，我就很爽，所以我也想要来开直播。你这里团体是主唱哦？我们团体没有分主不主唱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负责唱的部分。Upper Six 轮流开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Upper Six 学生吗？学生啊，我不是学生。28号那天，为什么你那么早回的？28号啊？28号是什么时候？你皮肤好好哦，我皮肤不好，你看1、2、3三个痘痘，这两厉害，那么的平均不好。上风就去看医生，我买了药吃，然后如果没有效的话，就明天去看医生。
哦，今天是端午节哦。对哦，什么行业啊？我是 Upper Six 的 Upper Six 唱跳女团的成员，也是一个模特儿。然后目前还没有，然后就目前是这样而已。我的孩子嘞？我的孩子当然在睡觉啊。几点了哦？不睡觉啊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是伤风，然后有点发冷，应该还不到感冒吧。我有孩子，对啊，我有孩子。在哪里表演的？我们是主打中国市场，然后我们正在筹备着 MV。那妈妈还出来都说几点了？哦，当了妈超过12点就不能出来吗？阿奇，阿奇，你关了啊？来一下，萌萌哒琪琪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。期待你们再次上场表演。你都是怎么样保养的呢？羡慕。其实我大腿蛮肥的，然后脸部保养就是最近就没有什么保养，所以痘痘都一直在生。皮肤怎样保养啊？多点做面膜，做面膜啊，不要像我这样晚睡啊，多喝水啊。虽然我都没有做，我唯一有做的其实就是敷面膜而已。孩子多大了？孩子3-4岁，感觉被无视看都看不看我留言。有了，有看到了，期待 Upper Six。 好，我们即将呢会推出即将会推出 MV， 官方 MV 这样子。你大腿不会肥到哪里去？ OK， 其实是我的大腿呢，如果个人来算的话啦，穿衣服盖着其实也不算太肥，只是我的团员们都太瘦了，他们的大腿跟小腿是一样的，不合比例，不科学的腿。我也是有敷了哦，我之前比较疯狂的时候是一天敷2片，然后我敷的都是美白跟补水的，因为敷了美白一定要敷补水，美白通常都比较干一点，可是补水的也不可以每天敷，太补的话也是会生油腻。那我走了都不理我的，好吧。我有看你们上天生室友，我啊，谢谢你们的捧场。不过其实呢，老实说，我对上次的表演还是有一点点的遗憾，可能我们练习时间太少，然后那个他们的镜头晃动的，然后剪接那里呢，就是不太看得到我们的舞蹈啊，然后又不对嘴。其实我是现场唱的，可是他们就是剪接的有点不对嘴，所以看起来有点像假唱。所以我们希望下次的表演会更好。加油，小宝姐，下次聊，好，拜拜。伤风了吗？对，我伤风了。谢谢你的分享，我会努力敷的。其实多喝水跟早睡是最有效的，真的。然后要脸部要，其实脸部防晒很重要，脸一定要防晒，所以我的脸是比我全身任何一个部位都还要白的，所以现在我要努力擦我身体的防晒呀，不然太不平均了。我要你的皮肤，我大你一点，可是觉得你比我大哈？你现在是讲我皮肤很老的意思吗？其实我觉得这 KL 秋雪在里面呢，应该是有
有蛮多那种单亲妈妈像我这样的吧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年少做错事呢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做错事，都有笨过傻过的时候，只要你经过那个时候啊，你不要自我颓废哦。然后你多少岁生孩子的 ？OK， 文老师告诉你们，我是17岁怀孕，18岁生孩子的。可是这不算什么，生几岁生孩子，或者是怎样生孩子，或者是早婚都不重要，因为你错过一次的时候，你就会更珍惜你以后每一个生活的细节。像我这样，我已经生过孩子，而且可以说那时候闹得蛮大了。其实负面新闻也是蛮多的，可是哦，负面新闻呢？人有高低啊，风水也是轮流转的。我现在还不是在模特行业刚当得好好的，也是有工作，然后我还进了少女唱跳女团，就是而且还打入中国市场。所以少少的失败不代表任何一切，只要你跌得下去，你一定爬得上来，只是看是多少时间。我用了2年多3年了，可是有这样的成绩呢，我已经觉得很满足了。当然我也不会只在于这样的成绩而已，我会更上一层楼。Hi,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? Yes, but not so good in English. Maybe a little broken English. 生过孩子的女人呢，其实都可以很辣，可以很美的。然后刚刚我看到一个人讲什么啊？你家人知道你长得这么像刘亦菲吗？哎，刘亦菲是我女神的，你这样讲，你是要我今晚睡不着觉是吗？可以唱你爱我像谁吗？你要我这个声音唱歌吗？你确定你要我这个声音唱歌吗？唱不到，我鼻子塞住，我根本就呼吸不到。已经加你了，好，我等一下去看。照顾好身体哦，好，我会的。知道了，我会照顾好我的身体的。这是一场意外了，可能是真的是冷到啊。然后最近比较操劳一点，因为呢，我最近有举办一场，我自己举办的一场 event， 然后明天会公布是什么 event，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我的脸书，还有多关注我的脸书，还有就是可以知道是什么 event 咯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过来哦。在哪里啊？你现在follow 我的脸书 subscribe 我，然后明天我公布你就知道啦。以前休息用最佳状态来直播，我觉得我的状态随时都这么好，现在因为伤风罢了嘛，不代表什么啦，我也是每天都伤风了啦，我鼻子也是很敏感了。是什么让你那么坚强的？是我的性格，是我的天分，这是上帝给我的东西。加油，支持你，谢谢，谢谢 Amber， 拍手。这么巧，我也是单亲爸爸，刘亦菲也是我的超级偶像，巧没？不巧哎，你是男的，我是女的哎。你是明星吗？其实我也不觉得我算是一个明星啦。我在努力迈向艺人的路线当中，可以这样说。唱那首王力宏《关注你》的歌，那是我即兴唱的啦，我都忘记歌词是什么了。想早上知道律师为你撑腰，你在睡着跌倒，律师哎，你在睡着跌倒，回家让你撒娇。超美的妈妈，谢谢。其实每一个妈妈都可以很美啊，因为你生过孩子过后啊，你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可能比你同年龄都没有的女人味，当然你也是需要保养一下啦。
看什么看？我有啊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马来西亚的啊。这么年轻就是妈妈了，更年轻的也是妈妈，你没看过。Hello, Elaine Lim, 你是唱歌的吗？对，我目前是一个唱跳歌手的成员，其中一个成员。不要说是女人味啊，女人味这个又太有什么，可以说是成熟了，因为你经历过一些同年龄没有经历过的东西，所以，你会比同年龄的还要成熟一些些。不过现在我看很多人，即使年纪比较大，可是我也不觉得他们很成熟。有一个朋友16岁就做妈妈了。SBM 多少个哎？重要吗？我看过很多大学生，多少个哎？多少个出来，都是从低做起，也是熬得很辛苦。所以我觉得考试多少个哎？是那个年纪重要的东西，可是你出来社会还是需要一些经验。还想吃麻辣烫加鸡翅高丽菜，哎，你又懂我喜欢吃这个的。那你做妈妈了吗？我讲了这么久，你都不知道吗？82年我啊，我九六年。怎么没有黑眼圈？你嘴巴打得很美。我嘴巴是真的哦，真的哦。没的啊。嘴巴是真的。如果你不觉得我嘴，如果你觉得我嘴巴有打过，你可以看回去我以前14岁的照片了。其实也是这样子的，只是把那个刘海，我以前是留长刘海。然后我把长刘海留，我其实是剪短刘海，然后把它留长了。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脸型比较适合长刘海，因为长刘海的话啦，看到脸比较瘦一点，比较长。以前的脸比较圆，而且以前有 baby fat 啦，生了孩子过后 baby fat 就没有了。哈，白雪公主。我不白耶，我的黑耶，我是健康肤色，我不是白底的，我是虽然我也很想要白啦，我也是觉得白是最美的，可是我真的是不算很白的人，可是我也没有到很黑啦，就健康肤色。我听人讲吃维他命 C 会白，可是我吃了这么多，我的皮肤还是差不多一样，只是没有之前我一晒就黑，最近就没有怎么晒到黑而已。孩子多少岁啊？3-4岁啊。五官都很美，其实你讲很美的话又没有到很美啦，顺眼了。真的素颜吗？眉毛好像有画，有没有？刚刚我来的时候啊，眉毛有画。我眉毛有大概用眉粉扫一扫，然后可以看一下。其实我眉毛也是蛮浓一下，眉毛有稍微扫一下，因为刚刚我几点啊？我6点多跟一个朋友跟他的妈妈聚旧，然后就稍微有扫一下眉毛。卫斯理是我哥哥，谁来的？脸那么白有去韩国整容啊？脸白跟韩国整容有什么关系呢？韩国整出来的比较白了。这句话有点好笑哎，韩国整容比较白了哎。
那时候怀孕的时候有没有被吓到？讲没有都是骗你啦，吓到肯定是有吓到啦。有打过美白针吗？有，很老实，有一次，因为那时候是私下嘛，那种吊水的，那一次哦就很恐怖，一插进去哦，痛，直接跟他讲拔出来，我很痛，然后就我也没有那个恒心一直去打了。因为听说他们，我听那个人讲打美白针要每天啊，什么隔三天啊要去打一次啊，或者是最好就每天打一次啊，两天打一次啊才有效果。我没有那个美国时间，这样子每天去那个地方去打。然后他们讲你可以自己学，自己帮自己打。我靠！有人说第一眼看你像张柏芝吗？有，可是我不觉得像。美白效果可以维持几久？我那天插进去又没有打到，我不知道。瘦脸针有打吗？没有打这个。有试过什么微整形吗？有，之前有试过买一双眼皮，然后买到很恐怖，就是双眼皮比眼睛大，然后我又趁它还没有溶解，快点拆出来，因为他们是一个线的绑着的嘛，然后快点把它拆出来，然后留疤肿很久，然后现在才回去原本的，因为我原本呢，我打开眼睛哦，这边是比较外双，这边是比较内双的，然后不 balance， 可是现在我觉得还是原本的好看。不要特别去弄，你也有上过贴身室友哦，对我有，哎，你这样子认得出我、哦，那个那么浓妆现在这个样子，要怎样 follow 你 ？unfollow 啦？为什么叫韦小宝？爽哦，容易记哦。我有看哦，讲话很快，做过 DJ 吗？没有，我讲话都一向来的时候坏习惯，我讲话很快，其实我想要我讲话慢一点，因为我讲话太快我会咬舌头，然后会讲那个发音会不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没有去看老公这么多，伤风吗？对啊，伤风啊，昨天冷到了。你怀孕的时候是怎么去学校？哦，我讲话很直接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逢退就退学了，不是学校推我，是我不要读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妈妈啊，吃宵夜啊，喝茶啊。新宇新院的张柏芝，那套戏我没有看，可是那个什么叫做那个歌我有听，双眼皮很深，可能是之前埋过线吧，然后还会比较深一点，我原本没有这么深的，然后他埋过线过后我好像比较凹进去一点点，可能是我在找那个师傅的手工不好吧，现在讲人家好像不太好这样啦，不过现在他没有这么恐怖就算了啦，然后他好像我水平真的是有省到，可是埋线好像是不持久，听说是一两年还要回去原就是打回原形，然后要再埋过。可是你好会是英文什么来的，你在讲什么？Hello, Carrie Wong。 你做人爽快，但是会得罪人。对，对，其实我是。可是这个世上你怎样都会得罪人啊，你说话婉转他们讲你假掰，你说话直接他们说你不经大脑，所以我觉得讲啊，做人做自己是最好啊，你不可能迎合到每一个人的，我就是这样，你喜欢你就过来，你不喜欢你就走开，不要把人家的虚荣玩。写错想说你读到中山，可是你英文不错啊，
我的英文啊，我的英文可以对话了，可是你现在要我写一篇作文，可能就没有办法了。我21岁，上峰还可以讲那么多，你是人吗？你跟谁一起喝茶？我朋友啊。我也是说话很直接，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说话直接的人呢，为什么会？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不喜欢说话直接的人？因为那些都是喜欢听假话的人，他们那些喜欢听那种好听的话的人，而我们是这种直接的人，我们是把啊，可能我们说话不太好听了，可是我们说的话都是完全是真事实来的。你不听，你觉得难听，可能是因为你无法承受那个事实的重量，可是你选择去听那个。可是如果你选择去听别人的好听的话的时候呢，你当时会很开心的。可是当你真的是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开始后悔，为什么我的朋友都没有跟我讲，为什么这样子。所以啊，好听的话当然会比不好听的话更受欢迎，可是不好听的话呢，永远都是最对的话。可是有一些人就不一样啊，还会每天泼你冷水啊，很像啊，你买一个很美的裙子啊，还会讲哎呦你这个裙子买贵啊，不值得那些东西啊。如果有一些人可能是真的是他讲的是这样子，可是有一些人是一直泼你冷水那一种呢，那种人就不要惨，那种人真的是有问题哦。我们像 Stella 却不像啦，上峰不可以喝水，为什么？哦，不可以喝冰，看错了。其实我真的少冰啊。有一些人被人说中就不爽，对。拍一下你朋友啊，他好像不太想上镜哦。没有啦，我现在我跟你们直播多一下，我就要回去睡觉了咯。我明天还要跑一场 event。素颜还直播？素颜为什么不可以直播？为什么？KOL 泉水站有规定素颜不可以直播呗？请问你几岁？感觉很年轻，我21岁。哦，第一次听到人讲我年轻，真开心。素颜直播才真实。少冰不是冰啊，就少一点伤害哟，少冰。不喜欢女生化妆，我喜欢化妆，可是只是刚好今天我没有化妆而已，我很喜欢化妆啊。妈妈吃什么？妈妈都是吃来来去去那几样啊 ，Milo Ice 啊 ，Day Ice 啊，或者是Roti Canai 啊，Indomie 啊 ，Maggi Mee 啊那些罢了咯。难不成我来妈妈割爬咩？素颜很美哦，谢谢。他们喜欢看浓妆，其实我也蛮喜欢浓妆的。低速会议长嘛，别重复用。感觉好年轻啊 ！Sorry， 又到了。欢迎找丁书记。你应该不喜欢喝热的。如果是甜啊或者是味道重的东西呢，我就不喜欢热的。可是如果是清水呢，我就喜欢喝热的。如果是清水，我就很喜欢喝热的。牙齿很白，用什么牙膏？你这样子突然问我不知道耶，我的牙膏都是我家人买，然后我就用，我没有说规定要用什么牙膏。素颜都那么美，羡慕？没有啊，我素颜其实真的不美，真的不美。我记得你以前有学过化妆的是吗？我有学过啦，可是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新娘化妆，现在不流行了，现在流行韩妆，所以就算是学过一点点。
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然后刚刚我讲到哪里啊？怎么我一直忘记了？在哪里喝茶？在 KL 啊？为什么这样多人给你这个？不是这样多人给我这个，其实就那一个人罢了，还一直按。习惯就好，他就一直按罢了。哎呀，如果是放生气的脸，那是代表那个人讨厌我是吗？如果那个人讨厌我的话，其实也无所谓啊。讨厌我的人多着呢，多你一个不多，反正你也打不到我，我回家打手口啊。伤风，对啊，我伤风。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拜拜，晚安，好，拜拜。然后呢，刚刚我讲到哪里啊？我一直忘记我刚刚讲到哪里。我刚刚说讲什么了？啊，讲人不可能永远满足的，哎，是这个话题吗？啊，是了，伤心很差，记性很差，就是，哎，忘记了，其实我刚刚讲到哪里？刚刚讲到哪里？都忘记了。喝温水，喝他的 Plus 帮你好起来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够力，看你直播的大快完了。是哎，这么可怜呢。好啦，这样。看你伤风都被你影响了，原来我影响你这么大。你看，这么。我不懂这些人是不是同一个人，那一直给我那个，还有那个笑脸的。反正别人喜欢就有人讨厌，所以就都是平等嘛，平均的其实。真的有女生的风范，sorry， 不好意思。你眉毛纹了吗？我眉毛今天有拿那个眉粉刷了一下，可是严格来说的话是画的，你看我的眉毛还在，然后我的眉毛本身就已经是蛮浓的啦，所以就我想要去纹，可是我怕纹到我不美，我怕纹到我不美，然后很麻烦，所以我还是觉得画的比较安全。是啊，我感冒了，我不是在哭，我是感冒。你那么爱聊天，干嘛不做 DJ？ 爱聊天就要做 DJ 啊？有这样的规定的吗？这样我爱跳舞，会不会？那是不是代表我要做舞娘？好了，我觉得很晚了，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来看我的直播，这么无聊的一个直播。好了，拜拜。如果你们喜欢，也不可以用喜欢。如果你们觉得我的人蛮好聊的话。就关注我的脸书，因为我不常在 KL 酒水站直播，我是突然爽爽的就来直播而已。如果你们喜欢跟我聊天啊，觉得合得来啊，就可以来我的 Facebook 关注我呢，我会经常在我的 Facebook 直播的。透露一下你皮肤怎样保养的那么完美无瑕，完美无瑕，一二三个痘痘，还有一个你们看不到在这边，这个镜头没有拍到进去，因为蛮小粒的。我突然觉得你很像范爷，不像，其实很多人讲像，可是我不觉得像，他的五官太美了。可是如果你要，其实如果你要皮肤好的话，就护肤不可以少哦，然后不可以，其实没有化妆的时候，其实也是要卸妆，因为你会有那些灰尘粘在脸上面，然后要很勤劳的去洗脸，保持干爽那些东西。很多啦，
如果你要知道的话，你直接来 inbox 问我啦，我私人告诉你啦。因为这边告诉你，第一，我觉得我线真的很差，一直断线，然后我也觉得告诉你的话，我一下子会想不到那么多东西要讲说 inbox 比较好。可是不要每个人的 inbox 我告诉你们，那有一些问无关重要、无关痛痒的东西，好像可以要你的 WeChat 吗？是不可以的。不过你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微信群，因为我不想透露我的 private 微信给大家，因为我不是说你们，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很烦，一直来吵你啊之类的东西，然后跟你好像很熟这样子啊，然后我想避免那些东西发生。我不懂你们是不是，可是我遇过很多事，我想避免那些东西发生，所以你们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微信群，那边我也蛮活跃的。然后就是电话号码我不会给，因为电话号码也是私人的，除非我们本人就认识，那难说。你是艺人吗？我不算，可是我真要迈向艺人。然后你有做过微整形吗？有，双眼皮买过线，不是割，是买线。然后就是还有刚刚讲的电话号码、微信，对，就只有这样。然后女生的话呢，加我脸书，我会基本上我会通过了。男生的话可能就考虑，包括那些没有头像的啊、假照片的那一种啊，就我就不会通过。好啦，不好意思，我的人比较直接，可是就是这样子，我只是把大家心里想说的东西说出来，然后我先说什么不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因为我之前被人骚扰过太多次了，所以我要先说明一点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